今天上午首批第四届消博会意向展商集中签约，已有29家企业率先签约参加第四届消博会。今年我们通过消博会帮我们匹配到的优质的供应链资源，签约的金额达到了7000多万。我们计划明年能够带来更多的国外健康品牌落户到我们的展会上来。作为我国首个以消费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，消博会也被视为消费潮流。